原标题北宋皇帝赵光义的子嗣为何越来越少，最后连皇位都无人继承。因果报应是佛教的一个词语，讲求善恶有报。那么世间有没有报应呢？今天笔者给大家讲述发生或约贯穿整个两宋的一个关于因果报应的故事。一、传位南齐。话说宋高宗赵构绍兴元年公元，宋高宗赵构为了继承人开始发愁了。他没有儿子，皇帝怎么能没有儿子？他还真是没有儿子。那么皇位怎么传承呢？按说古代皇帝要是没有儿子，这种情况很少见，但也不是没有。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就会送自己的哥哥或弟弟那里过继一个来。但宋高宗连哥哥弟弟也没有，因为靖康之变，图一宋太祖兄中弟及二，作恶多端。北宋宋太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农历10月19日深夜，宋太祖赵匡胤病逝。第二天赵光义接替了哥哥的皇位，是为宋太宗。史书记载赵光义继位合法，但民间传闻更多的是史书中提到的那个烛影斧声传说。赵光义谋杀了哥哥，连宋高宗的嫂子、哥哥亲宗的皇后元佑孟皇后也这么说过。就在上文提到的赵构为皇位接班人，而烦心了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的一天，嫂子叫来了小叔子，告诉他自己做了一个梦：我竟然梦见咱们大宋开朝太祖。梦中他带我回到200多年前的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农历10月19日夜，太祖皇帝正在殿内宴请咱们太宗皇帝。猛然只见宫中烛光闪了几闪，然后只听一声斧头响和一声惨叫，太祖倒在血泊之中。旁边的太宗手执斧，嘴角露出一丝冷笑。这以后与宋太祖有关的几位亲戚相继离世，赵匡胤的次子赵德昭、次子赵德光、次弟赵廷美。正史记载赵匡胤的次子赵德昭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病逝，而后宋太祖赵匡胤第四子赵德芳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在睡梦中病逝，年仅23岁。再后来赵匡胤、赵光义四弟年仅38岁的赵廷美也去世了。正史记载此三人皆善主，徒二赵廷美947到984年字文化，本名赵匡美。但是民间更多传说的是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起兵北伐，却兵败，慌乱逃命之际被部将以为驾崩，于是部将拥立宋太祖赵匡胤次子赵德昭为天子，军营中高呼万岁。没想到宋太宗竟然活着回来了，这触动了所有封建帝王心中最大的痉挛——地位。宋太宗极为恼怒，班师后一个兵将不赏，而赵德昭心慈仁厚，劝说宋太宗，这更加激发了赵广义的怨毒之气，脱口说出也可能蓄谋已久，而得天子再赏不迟。赵德昭瞬间如临深渊而落水，如履薄冰而冰破，自知没有活路，选择自杀而死。再来说赵德芳，一个大活人怎么可能在梦中睡死，一定是宋太宗下的手脚。最后再说赵廷美，赵光义一直担心兄中弟及继位不合法，后在丞相赵普的帮助下推出了金贵誓约，传说宋太祖和宋太宗的母亲杜太后说北周会被篡夺，全因为皇帝年幼，所以定下规定赵匡胤死后传位给弟弟赵光义，赵光义死后再传给弟弟赵廷美，这么说赵廷美也有继位的权利，那么自然遭到了哥哥赵光过意的忌惮。于是宋太宗开始百般为难赵廷美，并捏造罪名将其一贬再贬，终于在宋太宗雍熙元年公元984年将其贬往房州。然而真正的厄运才刚开始，没过多久也不知是忧愤成疾还是赵光义暗害，
年仅38岁的赵廷美竟然吐血而终了。所以民间传说的赵光义的帝王路可谓欠下了滔天的血债，血迹斑斑。蒲三宋高宗赵构1107年到1187年三离奇传为，却说这赵光义当上皇帝后，自然不会像哥哥那样兄终弟及，而是传子传孙，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宋钦宗、宋高宗，至宋钦宗北宋灭亡。再往后，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做皇帝，建立南宋，这就是宋高宗。但是纵观赵光义这一脉子孙的传承，却始终贯彻着一个惊人的骇人听闻的相似之处，不管穿到谁，最终都会绝户。且看宋太宗生前立第三子赵元侃为太子，赵元侃后改名为赵恒，等赵光义去世继位。这就是宋真宗。宋真宗是宋朝第三位皇帝，但是这位皇帝一辈子却子嗣稀少，尤且仅有一个儿子，那就是赵祯，就是民间盛传闹出狸猫换太子传说的那位。乾兴元年1022年2月，宋真宗驾崩，赵祯即帝位，即为宋仁宗。宋仁宗是宋朝第四位皇帝，同时也是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位42年，公元1022年、公元1063年，蒲四宋仁宗。赵祯1010年到1063年，比他爹更狠。宋仁宗一辈子竟然一个儿子也没有，没有办法，只能将哥哥蒲王赵云让的儿子赵宗实过继给自己位嗣。待宋仁宗死后，赵宗实继位后改名赵曙，即是宋英宗，他是北宋第五位皇帝。宋英宗儿子倒不少，长子是赵仲成，后改名赵煦，一生下来就被立为太子。等宋英宗死后继位，即为宋神宗，是北宋第六位皇帝。待宋神宗死后，传位给第六子赵煦，后改名为赵雍，这就是宋哲宗赵煦，宋朝第七位皇帝。到了宋哲宗这儿，又没儿子了，没办法，只能再从宋神宗子嗣里挑选，最终挑中第十一子赵佶，就是北宋赫赫有名的大昏君宋徽宗。后边的上文提到了，靖康年间金兵南下，昏庸的宋徽宗只得传禅位给儿子宋钦宗，但最终没能躲过金兵，汴梁城破，北宋皇族上百口人全部被金兵掳走。康王赵构继位皇帝，蒲武赵佶1082到1135即宋徽宗。但是后来爆发袅纽兵变，哗变的士兵逼迫宋高宗禅位给儿子赵夫做太上皇，孰料赵构这个仅有亲生儿子赵夫却因惊吓而夭亡，时年三岁。而且就因为袅纽兵变，赵构也受惊吓，从此丧失生育能力。且看宋太宗一直世袭，注意太宗、真宗、仁宗三代之后就没有了，只能从宋英宗开始。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三代之后也没有了，只能再传给宋徽宗、宋钦宗、宋高宗。宋高宗之后又没了，每次都只传三位皇帝，最终被包圆。图六赵匡胤927年到976年四，为什么三代无后，皇位从宋太宗开始往下传，正常父死子继最多不超过三代，最终皇统无后，赵构没有把皇位传给赵光义子孙，赵光义一系子孙绝灭，或者被俘没落成奴隶，这是为什么？老百姓回答，报应，天下是人家赵匡胤打下来的，按照打天下做江山的传统，本该有人家赵匡胤的子孙做皇帝，但是现在人家的子孙不仅没有坐上皇帝，还一个个被迫害致死。所以你赵光义虽然窃据地位，但你却和子孙都逃脱不了报应。你靠着阴谋得意兄终弟及，却妄想父死子继，做梦。你既然兄终弟及，那么你这一脉就一直兄终弟及吧。孟皇后继续说，
回到刚才梦皇后的那个梦，然后太祖皇帝又带我回到现在，并对我说，正因为我弟弟犯下弑君杀兄如此的大罪，上天才会降下靖康之变这样的巨大灾难，让金兵将他的子孙全部带走。现在大宋的皇位赵光义这一支只剩下老九，指的是宋高宗，行久了。但上天对赵光义这一支的惩罚还没完，他没有了儿子，又不能再生育了，以后皇位传承会出现了问题。而我赵匡胤是大宋的建立者，子孙却不能享受地位，这是不公平的。只有将皇位传回我赵匡胤这一支，大宋才能转危为安。宋高宗赵构听后深以为然，于是便从宋太祖赵匡胤的四子赵德芳的后代中挑选了赵伯从收为养子，之后禅位于他，即宋孝宗。伏羲赵光义939年到997年即宋太宗武，报应传闻背后，那么到底有没有所谓报应呢？笔者认为这应该属于百姓之口，无稽之谈，在经小说家之手夸大渲染，终至以讹传讹。但这背后隐藏着一种民意，那就是人们对魏皇位变得凶狠残忍，甚至不惜屠杀骨肉至亲的罪恶行为的憎恶。这表达出来的是一种对人善和睦的朴素的正能量的向往，闪烁着人性之光。而真正的天意报应也正是通过这些黎民百姓的悠悠之口表达出来，传播出去，最终引导和忽悠着中华民族。文牛一达参考文献宋史文字，由历史大学堂团队创作，配图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